就是从口感上面啊，你第一次喝到这个，包括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，它有你的自己的一个体会是怎么样？三泡喝完这个茶，我就感到全身都出汗，嗯，这个是比喝别的茶从来没有感受到的。另嗯。外，这个茶的香气很特别，它的口感是很干净的那种口感，它的香气确实非常富裕，不仅仅有花香，也有果香，但这种耐人寻味的香气，很复杂香气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其实就抱着这种心态，我才来到了万丈山，才想去了解这个茶。我是下了飞机，直接第一站就来到万丈山，颠簸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以后，就像来到世外桃源，基本上属于无人区，连因为连信号都没有。然后我来了以后，又看到整个茶园的管理都属于不打任何药，不施任何肥，让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去生自然长，生长，对，包括病虫害的这种影响也是通过生态平衡来去解决。我觉得真正找到了一款原生态的茶。你说的那个茶气呢，我就是喝了会身体会发热，会发汗，这个确实是有存在。这个虽然它的树龄不是很大，但是它可能就是它的地域的关系，还有它的这种种植方法。其实我对茶有几个小的要求吧。第一是干净，第二是喝上去很雅，第三个就是回甘要好，有那种生津的感觉。然后第四个闻杯底闻这个会有一种香气，这种馥郁的香气。然后这款茶其实它都具备，就是这几个条件对都有，对对对。对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，万丈是非常霸气的，就是它最能代表布朗山整个特征。那么布朗山的茶一定是会有一点苦，苦完之后过一会儿才会回甘，甜味会出来，这是布朗山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。但是这款茶喝到，我刚开始喝到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一入口就是比较甜，它非常干净。我觉得它最大优势是很干净，就是没有什么杂味。而且你跟我说半张，我自己心里还是怀疑。有点怀疑。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半张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茶园，这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梦想，就是可能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。我今天来到这边之后，还是感觉到他们俩夫妻还是很用心，做这个很用心。就是他说的那些东西呢，其实我当然我是比较能够理解的。比方说，有性的原生态的这种农业的种植方法，跟我们茶香气，跟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对茶叶的一个追求是很吻合的。但是我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的困难。就算说我自己去管理一片茶园，我觉得我也不一定做得到。因为它现在其实树林还是不是特别大，相信它会应该会一年比一年会好，对这对是对对，是很值得大家去期待的一款茶。对，